同学，我们来看这个题目。设矩阵 A， 一负二一，三一三；矩阵 B， 五四负二，零负三二。求下列各矩阵。第一题要计算的是 A 减 B， 第二题要计算 B 减 A。好，我们解这个题目呢，我们先检查一下，因为 A 跟 B 皆为二乘三阶的方阵，所以矩阵可以相减。好，这个都是属于两列三行，两列三行，所以呢，它的矩阵是属于相同的，那它就可以每个圆，好，每个圆里面的每个圆都可以做加跟减的运算。好，第一题我们要算的是 A 减 B， 好，我们就用 A 减 B， 一减五，负二减四，一减负二，三减零，一减负三，三减二，计算出来，分别把每个圆的计算都算出来，可以得到负四、负六、三、三、四、一。那第一题这样就可以写出来。第二题的部分 ，B 减 A， 我们就用 B 减 A， 五减一，四减负二，负二减一，零减三，负三减一，二减三，计算可以得到四六负三，负三负四负一。第二题这样就解出来了。